我是生活在人类世界的神兽白泽，也是这个人类女孩的表哥。老实变心，你们这道题我也会，看我让你当众出丑。坐吧坐吧。魔鬼辣条，辣度超过100万，只要一小口。妈妈怎么会翻开这玻璃出现啊？不知道啊。我在你兜里放了附近恶狗最爱的肉干。自作自受的感觉如何？是你在整我？难道不是你嫉妒小豆整他在先吗？你走吧，不要再被我发现你欺负同学。我让他走，可没让你走。故意放大他人妒忌，引导人类作恶。你在说什么？杜父亲，还不现行！